美惠子，哎，马上会中美医院。查理从美国领事馆出来了，我不想回去了。头盖骨已经找到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这是工作，快把和服给换了。听着，你的任务是观察美国人的动静。 要查理必须参加德国领事馆迎接天皇特使的招待会。为什么呀？招待会上，头盖骨将会被展览。我要亲眼看着查理和刘云翔两人见面的样子，一定非常有趣。为了这个，我可以回去。 只要是让查理痛苦的事情，我都很乐意去做。但是，你一点都不妒忌吗？魏惠子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查理活着离开中国。 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去做。山田告诉我呀，他会分别把三个人放在东西南三个地方，这样呢，他的警戒范围就会布控整个街头。我对他们三个人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就是这个古田一的位置，我现在无法判断。 你来看啊，从这儿往北角看，那是个盲点。如果我一开枪的话，古田一马上就能判断出我的位置。他的位置正好面对楼梯的门口，你们如果一出现，就会成为他的靶子。所以啊，这个计划必须取消，不能取消。那我就不参加了。 大哥，这是命令，狗屁命令！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让我弟弟成为古田一的靶子。你呀，告诉军统，另外想办法。没有那个时间了，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来。能有什么屁办法呀？除非杀了古田一。 对呀，我们只要杀了古田一。 就能一声不响的把楼顶的鬼子端了。杀古天一没那么容易。再说，即使杀了古天一，佐佐木他马上就会产生怀疑，就会判断出我们的狙击地点。那样虽然没有古天一，但他会派更多的人来，你一个人又没有办法对付他，那就只能取消了。 你说的对，不能让古天一上楼顶，还不能杀了他。有了，我有办法。查理。啊。达令。亲爱的。 达令，这几天你都去哪里了？我担心死了，天天去领事馆问，都没有你的消息。我去了朋友家多了几天，现在刘云翔已经把头盖骨交给日本人了，我就安全了。达令，我们什么时候去美国？我都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了。 很快，很快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有欢迎日本天皇特使的一个招待会，我们要一起去。不要去，这次绑架你一定是日本人干的，我一看见他们就生气。我也是，但是这是德国领事馆的邀请，我们一定要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和日本人一样没有教养了。
必须要去吗？必须去。 这是我从日本驻军仓库搞到的，啊，干爹，如果云翔没有自杀成功，你可一定要打电话通知潍坊。好，老周、于立、老董，你们一定要多保重。保重。这么说，你和大海见过面了？嗯。好，好，好。爹，这本来大哥让我通知你们去城外表姑家。 可没成想，这警察把家给封了。爹，我看到了，外面不就是那几个破警察吗？我和亮子就能把他们全部给干了。哎呦喂，姐，姐，你这枪一响，咱们就更走不了了。啊？对，就是。丫头，你别胡闹啊！你得听亮子的，不然就得连累你二哥他们了。啊，姐，他们呢？只拦你们，不拦我。 我回去问问二哥该怎么办。行，这样啊，你既然大海，你就跟他说，只要他没事儿，我心里头就没得惦记了，他该干嘛干嘛，甭管我啊。嗯，姐，啊，那爹你就照顾好他。哦，大哥那儿有消息，我就回来找你们。哎，行行行，爹，那我走了啊。哎哎，走了，哎、姐。好，哎，亮子，亮子，啊，亮子，你这要跟二哥一起去行动啊？ 对，姐，那爹就托付给你了。如果明天中午我还没回来的话，我就让麻七和喜子他们回来救你。别胡说，亮子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哎呀，姐，爹身边不能没有人呐，你得留下。那好，你告诉二哥，柳云翔被古田一给带走了。他走的时候说，他一定会做他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得告诉二哥。 我知道了。嗯，爹。嗯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爹，我从小就没爹没娘，我现在有爹了，还有大哥和姐，我算是有个家了，我照亮了，这辈子没白活。亮子。爹。 我走了。很好，佐佐木君，这次是不是万无一失？该做的我都做了。 有可能发生的情况，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，但我不能保证抗日分子不行动。他们很可能盯住这次机会，但我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我们警察局已经按照佐佐木机关长的吩咐，派人到了周家。柳云翔要是敢耍什么幺蛾子，我们就抓周秉昌和周玉琴。柳云翔一定不能出事。 如果这件事出什么差错，我们只能剖腹自尽。司令阁下，
刘云翔现在就在我家，我保证让他将头盖骨献给特使。祖祖母亲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对刘云翔要有礼貌，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。嗨。 大黑哥，咱必须得把爹和姐救出来，只要你下命令，我就能干。不行，既然是丁辉派人把他们监视起来，一定是佐佐木让他这么做的。这是要威胁云翔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去救他们。可等咱们跟日本人干起来，那就没时间回家救人了。亮子，你去趟车行，去找麻纪。 我就说周大海不会轻易把什么事儿都告诉你们的。是啊，共产党真厉害，要不是这样，这个计划也不可能完成。嗯，我还以为他借狙击步枪是为了自己用。哎，司仪，如果你这个弟弟能为我党国所用，那可就太好了。哼，想都别想，他跟于翔一样，都被共产党忽悠了。好在我们之间还不是敌人。 除非有人亲自告诉他我杀了刘钊跟高明远。不会，戴老板指示了，找个替罪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马欣可以作证。那戴老板很爱惜你。这么说，我还要继续留在北平？如果这次你没有暴露，就继续留下来。我现在就去找古天一。除非明天他还能上顶。 要不那样，我们麻烦大了。明天我会和你在一起，两支枪总比一支管用。你对付古天一，我对付其他三人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精诚合作。嗯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好，我走了。 他是不是知道戴老板要把他交给共产党？ 他是在试探我们。晚上我去给胡爹他们送武器，你继续给戴老板发报，一切按他的命令执行。好，就是那个电话亭，一接到电话。 马上把鸽子放了。清楚了吗？梅芳，梅芳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必须集中精神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们走。 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个给你，帮我们做点事儿。让我干什么呀？我听麻七说，你在宪兵队做饭。对呀，我就是一厨子，我能帮您什么忙啊？哼，古田一的饭是你做吧？看我干什么呀？问你话呢。是。 是单独做吗？单独做。哼，那我就算找对人了。来，把这个明天早上做饭的时候放进去。大爷，这下药害人的事儿我干不了，我没这个胆儿。这是泻药，不是毒药。泻药？嗯。哎呦，赵爷，您唱的这是哪一出啊？啊？ 这你别管，马红，你只要明天早晨把这个给他下到早饭里，然后你拿着这些钱跑到没人地方躲起来。
别让日本人找着你就行。真的是泻药。来，你尝尝。不是，别呀，赵爷，不是我这。你看你自己买的，心里还没数吗？又死不了。来，尝尝。寻死啥呀？快点。马红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儿来是看得起你，你可别忘了，是我把你从苦力营里救出来的，还给你找了差事做，对吧？今儿这事儿，你听我的，把它应了。拿着这些钱，回你的河北老家去。你今天要是不帮我们这个忙，我麻七就没你这个兄弟。只要是不杀人，我干。谢谢啊。和服都准备好了吗？按照您的指示，准备好了。我再重复一遍计划，等特使从车里下来，你们三个假装刚刚赶到，用日语喊着"欢迎特使"的口号，冲到警戒线外，近距离射杀，然后从不同方向撤退。我们射程之后，这些武器怎么处理？全部扔掉，甩掉敌人后，迅速去永定门火车站，上车回重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执行暗杀的人怎么办？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？你们走你们的，不用管他。家规，你们都很清楚。不成功，则生人。赵亮都安排好了，没想到麻七还知道安排人到宪兵队。是我让麻七这么做的。哦，本来呢是想搞点情报，没想到这次正好用上了。马红呢是河间府的人，曾经开过驴肉馆。那个古天一呢正好喜欢吃驴肉，就把他收到身边了。这是歪打正着。这可是一环扣一环的行动，哪儿都不能出现差错呀。你放心，军统那边不会有差错的。他们都是职业特工，应该没问题。我现在就希望云翔能得手，那就省了很多人的牺牲啊。大安，我求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别第一个冲上去。万一马红没敢下药，古天一又在房顶上，第一个上去的很可能会死。大哥，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关老爷，有危险我们一定会冲在最前面。我以后再跟你说这些。你是卖馄饨的？哎，您吃碗馄饨？嗯，盛三碗送到201房间。好的，来给钱。告诉左总的金馆长，让他做好准备，计划秘密。201房间啊。好嘞。梅芳跟云翔真的要结婚？大哥，我听云翔说，你也喜欢梅芳。哎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就是觉得
玉琴太可怜了，时间长了会好的。可她毕竟是我亲妹妹。我知道你心里觉得云翔对不起玉琴，我也一样。可云翔和梅芳是我们的同志、战友，我们能拆散他们吗？ 我让人从你家拿来的西装，干什么？穿上它，迎接特使。今天？对，特使马上就要到了，快点，我们准备出发。你们可真够狡猾。 明白。刘先生，请您站到前面来。特使先生要和你第一个握手。季先生，怎么不见何远司令官？司令官临时有事，稍后回来。刘先生，请跟我来。等等。 车站事情完了，先把刘先生送回家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没想到啊，你小子还能站在这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是一路人。未必。我看你小子能有什么花活？你这是对我绑架顾喜平的事耿耿于怀。当时怕你后悔，改天请你吃饭。还有些好东西，不过这次的要钱。 你敢？你信不信？我找人把你给做了。过去我信，现在不信了。我现在是中日亲善大使。
特使吗？不说来了都发罐头吗？说抬进来。走。来一个，过来。来，谢谢。天皇陛下献头盖骨的刘云祥先生，刘先生，我的手是参加日俄战争时期，手被炸断，请你不要惊慌。特使参加过日俄战争，这是大日本帝国的荣耀，请见谅。特使先生，这边请。为什么没人提前通知我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没听说他参加过日俄战争。纳尔戈他们现在在哪行动？这已经和你没关系了。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你送回家，然后你和棉芳立即转移。不，我也要参加行动。这是秘密吗？如果你参加，连我都会报名。
们几个听着，坚守岗位，我去趟厕所。必须执行。戴老板明天就会把你全部档案交给共党。
而我会切下你的手指头交给你弟弟。你忘了我是谁了吧？特使死了吗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听见了枪声。我们走吧。我想再等等，有确切的消息，知道特使是不是已经死了。我接到的命令是带着你一起离开，但我想得到确切的消息。还有，我想知道二哥他们是不是安全。你必须跟我走，马上。美芳，你别碰我，你走还是不走？你怎么了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你和周雨琦，你们俩。我要不是亲眼看见，真的不敢相信躺在那儿的那个人是你。走吧。刘玉江，刘玉江，马上走。我必须留下，我必须。干什么呢？在卫生间呢。我刚才听到枪声，出什么事了？卡尔分子袭击了特使的车。那特使阁下没事吧？他死了。快，整理好衣服，跟我走。云翔呢？他没来，他说要确认特使是不是死了。胡闹，特使已经死了。老童和于丽同志也牺牲了，我去找云翔。他被佐佐木带走了。这个云翔永远是无组织无纪律。这是西山游击队的花雷同志。美芳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现在走不了了，鬼子已经把所有出口的路都封锁了，现在走太危险了。周大哥，我想好了，我申请留下。只有我和云翔知道头盖骨在什么地方，你现在已经暴露了，不能露面。只有我能把头盖骨交给查理。好吧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嗯。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到里面你就知道了。这是在他身上找到的。
刁斌在英美分店，查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，直接报告给我。哎，嘿。 坚强如钢。